既然答应你了，我就不会后悔。只是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？我觉得太快了。哎呀，田小姐，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的话，就算我再多给你一点时间，你还是觉得太快了，不是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是这个意思？哎，你别在紧要关头折腾我好吗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你既然不是这个意思。 那你就听我的，啊，坐，坐，坐。我，五爷，五爷，谁呀？我有事儿找您，您快开门呐！谁呀？是我，虎子，您快开门呐！哎哎，我在忙，晚一点再说好不好？啊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说晚一点再说。哦，您现在有事儿啊？ 那我就在您门口等您好了。哎，您别着急啊。哎，干嘛啊？哦，啊，田姨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找虎爷谈点事儿。哦，那我待会儿再来吧。哎，我门都开了。 你有话就说嘛，虎爷，您是不是让阿彪带人去田家大院了？你这么急，就是为了问这个？我是想虎爷应该没有忘记我是因为什么才离开田家大院的吧？啊？你让阿彪带人去杀阿德，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啊？虎爷，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哎哎哎，先回去，先回去。啊，哎，虎爷，虎爷，虎爷，你开门呐，虎爷。这事情。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，明人眼前不做暗事。我知道你心里做什么打算。我打算什么？心知肚明，不必我说了吧？哎哎哎，你是不让人走的人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警告你，从今以后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。你不配拥有我。哎哎，田小姐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啊？难道你就能为赵阿德牺牲奉献？ 但我呢？我们两个就没有可能。没有。你真的不能接受我？对。哎，你不想强留我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不但要得到你的人，还要得到你的心。你慢慢等着吧，你不会如愿的。哎，天，哎呀，天。 越喜欢你，你就越留不得。哼！打呀！打！
快点送孩子上医院吧！对对，快送医院呐！啊，上医院，上医院！你醒醒，再不送医院，到时候有事那就是小胖。快送医院呐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给我走开！你给我走开！你这扫帚星，不要破坏我们家！都怪我，要是我早离开的话，就不会连累大家了。哎呀，你也是挂念孩子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你也别自责了。我看小胖他圆圆脸，胖胖的。 应该扶他命大没事的，命数你说是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小胖扶大命大，死不了，顶多受点皮肉伤。对，都怪我，那时候我要是动作快点就好了。你瞎说什么话？哪有自己争着受伤的？我跟你们说，都不要自责了，这件事情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虎爷那些人都是为虎爷卖命的嘛。对对对，虎爷真该死。哎，玲珑啊，麻烦你带着孩子们到屋里休息去吧。 大伙儿都散了吧，休息吧啊！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。阿德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嗯，林叔，我想虎爷是来杀我灭口的，杀人灭口。对，因为我知道大哥的死绝对是跟他有关系的，说不定阿强的死他也脱不了干系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没有证据呀，那不是空口说白话吗？哎呀，阿德，你这个人一天到晚死脑筋。 哎，你没有证据，你不可以找我们一起找证据吗？你看，现在弄得这样，对不起，我原本是想我一个人扛下来就不会连累大家了，没想到，阿德哥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？你说田嫂跟虎爷？ 为什么？还不都是因为你，田嫂她让我不要告诉你，可是我实在憋不住了。阿德哥，这次田嫂为你牺牲这么多，她的情谊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荒唐！哎，阿德哥，阿德哥，干嘛？ 愁眉苦脸的叫他，他也不应。是这样的，我刚刚告诉他，田嫂为他牺牲的事。啊！哎呀！医生啊！哎呀，医生啊！救救我儿子啊！哎呀！快快快！医生！救救我儿子啊！救救我儿子！我求求你！哎，别！救救我儿子啊！哎，这个。 你别担心，我没事，我没事。什么没事？我没看到人家用刀的。医生，他可是我的宝贝，如果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不想活了。你们两个这么抱着他，我还怎么给他检查伤口啊？喂喂，桂花，你冷静一点嘛！你叫我怎么冷静啊？啊，娘，儿子都没有了，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我怎么能够冷静啊？娘，我真的没事。 我说你们两个到底要不要给你们儿子看病啊？要就快一点！快快快快！哎呀，医生啊，没事吧？哎呀，这位太太，你能不能安静一点？医生，医生，严重吗？只是一点小伤而已，根本没有什么大碍的。等一下，我给他上点药。 你们千万记住了，伤口可不能碰水，过几天呢，伤口结痂就没事了。真的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你可以自己看一看嘛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真的，真的没事，没事了。小胖，你真是福大命大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小胖。
臭小子，一天我差点被你吓得魂都飞了。哎呀，爹，我都说我没事了，是你和我娘瞎担心的。没事就好啊，没事就好啊。你这个死鬼！你这个死鬼！村长，你在跟小胖说什么？为兄弟两肋插刀，我要你好看！好了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呀。当着那么多的人面拎着我的两只耳朵，让我多没面子啊！啊，如果一只手能好一点，啊，哎，对对对，那你听见没有啊？看看，我老婆多疼我啊！你们两个，给我出去！再不出去，我不给你们儿子看伤了啊！不，我们出去，我们出去！哎，你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我们出去。儿子啊！你也出去啊！出去，出去！出去！我出去！出去！小胖，坚持啊！没事吧？没事的啊！儿子啊，你要坚持住啊！坚持住！坚持住啊，儿子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忍住啊！你们又进来干什么？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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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啊，忍住啊，男子汉大丈夫啊。饭桶啊，你在我面前包天包地的，什么可以除掉阿德，结果呢？胡言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帮您除掉这阿德的。不必了，这次我们虽然失手，可这起码证明了那个小丑就是赵阿德，证明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找钱队长去抓人。胡爷，我现在就通知钱队长上门去抓那个赵阿德。哎，你可要告诉钱队长啊，这赵阿德是杀人罪犯呢，一定要有一个果断的处理方法，要不然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该怎么办呢？胡爷，你的意思我一定给您带到。哎，不要再变饭桶了啊。胡爷，相信我，我会抓住这次机会的。什么场？赵阿德，田嫂要你活，我就要你死。又疼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说句话嘛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和虎爷去做那种事？玲珑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不知道你这么做，我赵阿德还不起，我这辈子都还不起呀！阿德，你别这样，我只是单纯的求虎爷不要害你，就这样而已呀。田嫂，我不值得你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啊！哎呀，你说什么呀？根本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哪来的牺牲啊？真的，真的没有。你希望有吗？没有。当然不是了，那不就结了？我去拜托虎爷，请他放你一马。他没说答应，也没说不答应，就这样。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要不然，要不然怎么样？要不然我会去跟他拼命的。你要真为我去跟虎爷拼命，那才叫不值呢。你把命都给拼掉了，孩子们怎么办？我从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阿德，阿德，不管你有什么打算，我都希望你能避避风头。避避风头？
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我和宝妹流落荒岛的时候，狗蛋和妞生死不明，都不知道他们在哪里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要不是因为我要躲要逃，或许事情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为了你自己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大院的人，你一定要离开这儿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可是妞的身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。我已经帮你想过了，孩子们留下来。什么？让我放下孩子自己走？那不可能，我们死活都要在一起的。我知道你放心不下孩子，可是如果你继续留在这儿，万一你发生了什么意外，孩子怎么办？我大不了他们跟我一起走。你冷静一点好不好？让孩子们跟着你折腾，这样对他们好吗？你自己都说了，妞身体不好，再让他跟你四处流浪，不等于要了他的命？就把孩子留在田家大院，跟着我，虽然过不上什么好日子，可好歹不会饿着他们。除非你不放心我。不是的，田嫂，我对你比对我自己更放心。只是我还有事情没有查清楚。有什么事交给我办就行了。你问都不问，就说交给你办。啊，交给我来办呢？天嫂，你对我赵阿德做的太多太多，这辈子下辈子我恐怕都还不了了。我从来没打算让你还什么，能够认识你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了。天嫂，我我好了，别说了，有的话放在心里，彼此知道就行了。你一直看着我干什么呀？赶紧回去看看孩子呀。爹，田姨。妞，哎，别起来，躺着就好了啊。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，知道吗？爹，我们是不是又要离开田家大院了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这儿？我没关系，爹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爹还有小胖。狗蛋儿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是小胖回来了。是小胖回来了。小胖回来了。狗蛋儿，我回来了。小胖回来了。小胖回来了。我们家小胖气，是吧？小胖啊，啊，你今天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！命爷看呐，你以后是福大命大，造化大。是啊，福大命大。小胖，你有种，厉害啊！那么凶狠的一个大块头，你都敢抱着他啊？小春叔叔服了你了。哎，小春叔叔，我是不是特别棒啊 ？Wonderful！ 小胖啊，以后可不许再干这种事了啊！咱们院里还有大人呢，再怎么样也轮不着你出头啊，明白吗？哎呀，田姨，求你就别再说我了，我这一路上被我娘说的头都发臭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小胖，谢谢你救了我爹。没什么，小事一桩，为朋友两肋插刀。哎，两肋插刀，有求爹，这句话是我教的。小胖啊，阿德叔叔谢谢您了啊！如果下次再遇到这种事，千万不能再这么做了。阿德叔叔宁愿自己受伤，也不希望有人因为我受伤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金宝哥啊，桂花，对不起啊，让你们家小胖受惊了。你这讲的叫什么话呀？没事的，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咱们大院里都是一家人呢，谁都不希望看到别人受伤啊，对不对，老婆？
桂花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盯着别的男人看了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？你当我是什么呀？好老婆，别这样啊。阿德，我想单独跟你谈谈。桂花，我知道小胖受伤让你心里不舒服，不过阿德他……天嫂，让我跟桂花聊聊吧。对，让他们聊聊。这阿德，阿德，你离开田家大院行不行？桂花，这我求你不成吗？你也是为人父母，应该理解我这个做母亲的心情啊。那天我看见那把刀哗的一下向小胖身上飞过去，我的魂都没了。要是再发生这种事情，我简直要疯了啊。桂花，对不起，是我拖累了大家。你不要说对不起，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自从你来到田家大院，这个大院没有一天太平过。那个钱队长他三天两头往这里跑，你叫我们怎么过？这日子怎么过呀？桂花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离开了。很快？快到什么时候？你也不用怪我这个桂花自私小心眼儿，我是为了小胖，为了这个家。我真的不喜欢这三天两头喊打喊杀的日子，我真的是没法过了。桂花，我知道你心里头难受。你知道我难受吗？你根本就不理解。你了解一个母亲失人怀胎的心情吗？我们家小胖从这点长到这么大都是我一个人拉扯大的，他可是我的心头肉啊。如果他有一个三长两短，这个家就散了。这个家散了，你叫我怎么活呀？阿德，阿德，我求你了，阿德。桂花，你别这样。你不答应，我绝对不起来。我答应你，桂花，起来吧。你真的，真的答应我了？啊？阿德，我谢谢你。虽然我桂花有时候也小心眼儿、自私，可是我绝对不是一个没心没肺没肝的人。我真的不希望，也不愿意逼你离开田家大院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呀。桂花，我知道大家都有难处，是我不好，我自私，我没有替大家设想。你放心，我走。谢谢。这个你拿着，路上好应急。不，这个手镯留在你身边这么久，对你来说一定有特别的意义，我不能拿。不过是段陈年往事，过了这么久谁还记得谁呀？这些年来我早就绝了再见那个人的念头。拿着吧，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好，那我就先拿着，但是你放心，我绝不会把它卖了，我会一直把它留在身边的。天嫂，我这个人一向不太会说话，现在又是个逃犯，说什么都不合适。不过在大院的这段日子里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只要你心里还愿意挂住我就行了。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我走了以后，那三个孩子就麻烦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孩子，我会让他们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只是你别忘了，孩子们还在盼着你早点回家团聚呢。我知道，我会记得的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孩子你独自离家的事？我想，我就不告诉孩子了。你什么都不说，就这样走啊？我想，如果告诉他们了，那狗蛋和宝妹一定吵着不让我走。到时候我心一软又走不了了，
既然决心要离开，就趁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连夜离开也好。你一个人在外面，一切要自己小心。你这个人太善良，太容易相信别人，我真担心你会吃亏。放心吧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，经过这次的事情，我学会很多，懂了很多，知道人心险恶，不会再轻易上当了。倒是你要多留心虎爷，他这个人心狠手辣，你一定要小心呢。放心，我会照顾自己的。趁还有时间，快去看看孩子吧。什么？你说大院里那个小丑是阿德？跟我说的。报告队长，这个小丑我见过很多次，也亲自测试过，在场很多队员都有目睹，这个人叫金宝，绝非赵阿德。听到了没有？是你们搞错了吧？不是，是真的。那小丑先进了虎家大宅子，后来我们一直跟到田家大院，为此我们跟田家的房客还大打出手呢。什么？你光天化日之下打群架？你这是藐视法律。陈副队长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可告诉你，你这叫私闯民宅，人家没有告你，算你走运，你现在还敢拿到这儿来说嘴，你当我们钱队长是死人不管事儿的是不是？嗯，说的也是，你们私闯民宅，人家完全可以告你们。话说回来，这赵阿德也是杀人犯，您不能放过他。再说你们警察不是扬善惩恶，保护我们善良老百姓的吗？这话可是虎爷说的。阿彪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再说让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，这话说出去也不好听。是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赶紧把赵阿德给我抓捕归案。队长说的是，这个惩恶除奸绝对是我们的责任啊，但是绝对不能虎爷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。那您这个队长还像个队长吗？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赵阿德一定要抓，但是绝对不是听虎爷的，而是要在队长您的英明指挥之下我们去办。照你这么说，本队长还真是责任重大。是是。好，那我就授权于你全权处理赵阿德这个案子。啊，是。刚才我们钱队长说的你都听见了吧？以后赵阿德的事归我，你们虎爷少插手。要是弄脏了，我跟他拼命。对，我要跟他拼命。小涛，你干嘛偷出我的笔？猪猪，我看全天下只有你一个人为了吃和别人拼命。这怎么样？只要有饼，其他小的我都不管。我也不管。天塌下来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猪猪，那饼啊，我能把它变成小鸟，然后呢，嗖，飞上去。你信不信？飞上去？变成小鸟？啊，飞上去？小鸟？对对对，真的？真的真的，我现在来变给你看啊。会飞吗？
小鸟。小鸟下。看好了啊！你也看好，小鸟要飞了，嗖！飞了，飞了！啊，能飞回来吗？大概不会太久。这样，你和宝妹到树底下去等吧，小鸟一会儿就飞回来了。宝妹，走，等小鸟飞回来。快去快去！狗蛋儿，小胖，我也好想和你们在一起玩，可是我不行啊。妹爷爷，你画的真好，给猪猪也画一张吧。啊！美人呀，你猪猪也画一张吧。别摇别摇，猪猪也画一张。别摇了，再摇就洒了。我画行了吧？画什么呀？别哭啊，再画再画啊，你看糖葫芦像。我姑姑一见到糖葫芦马上就要笑了。哎呀呀呀，虎爷不是好人啊。虎爷他人好不好，这跟你杀死我爹无关。不，他和你爹的死绝对有关系，我怀疑他对你爹做了什么手脚。爹，到底是谁杀了你？我亲眼看到赵阿德他打死你，但是赵叔叔又不像是会打死你的那种人。我要怎么做才能查出真相呢？是不是真像他说的，一切都是虎爷设计的？爹，你来了，我要骑马。哦，来了。快点，快点。哎，来了，好好好，爹当马让你们骑啊。走，不能太早。哎呀，宝贝啊，你小心点啊！哎，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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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大马来喽！不管有多难，我如果找不出真相，我绝不回田家大院。马好，驾！马快点跑，快点跑！快跑，快跑，我在跑呢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快点跑，快点跑。你这儿叫。我跑。哎呀，嘿，呀，嘿，嘿，呀，嘿，呀，嘿，呀，加油，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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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们两个实在太棒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宝妹你起来！哎呦，宝妹你们太重了！宝妹起来！哎呀，哎呦，爹都没力气喽！爹，我帮你敲敲背，你就不累了。哎呀，宝妹最乖了，谢谢了啊！宝贝，哥哥陪你玩荡秋千怎么样？爹太累了。啊，好，荡秋千了啊！哎，好嘞，坐上来，哥推你。一、二，好，高不高？行不行？高。哎，好。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。妞，怎么了？外面风大，要不要进屋歇歇？爹，难得我今天精神不错，
你就让我在外头多坐一会儿，好不好？哎，好。哎呀，牛儿，也对不起你娘，没能好好照顾你，辜负你娘的托付了。爹，您别这么说，是妞自己身体不好，和爹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牛啊，如果爹不在身边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。狗蛋儿已经长大了，也懂事了，照顾宝妹的事交给他就行了。啊，还有啊，晚上天凉多盖条被子，别贪凉，注意身体，知道吗？爹，你是不是要离开这里呀？是啊，爹打算今天晚上一个人走。爹，我知道爹你一定舍不得我们，你现在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们好，所以得把我们留在天家大院，对不对？对不起儿娘，爹也不想这么做的，但是爹不愿意让你们跟着我过四处逃亡的日子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，只是您还会回来吗？会，爹一定会回来的，因为你们在这儿，因为爹要讨回公道。只是爹不在的这段日子要苦了你们了，你娘走得早，爹又没办法陪在你们身边。没关系，爹，我只要知道你是爱我们的就够了。再说了，你还是会回来的，不是吗？爹，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，也会好好照顾宝妹和狗蛋。爹，你不用担心。啊，牛，在爹的心里，你是最乖、最好、最懂事的孩子。爹真舍不得你们呢。爹，不要再说了，你这个样子会被狗蛋和宝妹发现的，那样就不好了。再不跟我走的话，就要被他们抓走了。我们哪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要来帮我爹啊？哎呀，你赶快闪开，走吧。虎子，爹，我不要你走。宝贝，爹，虎子特地赶来报讯，您就走吧。爹，我相信虎子。爹，你不要走。
妞。爹。狗蛋。记得好照顾妹妹和姐姐，知道吗？之后才会回来，我相信爹一定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那个小丑呢？他人在哪儿？把他给我叫出来。什么小丑啊？还想骗我？哼，我接火线报说那个小丑就是赵阿德，你们要是不说实话，我就把你们通通给带回去。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什么小丑。不说是吧，把他们全部给我带走。是。好。放开我姐！你们放开我们！魏守国，救命！魏守国，田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难道你们除了到我们田家大院来要人，就没别的事干了吗？我接获线报，说那个经常出入田家大院的小丑就是赵阿德，赶快把那个小丑给我交出来！我们这根本没有小丑，我去哪儿弄个小丑出来？你听别人胡说，就到我们大院来要人，你让我们院子里的人还要不要过日子了？